就是你不可以。为什么我们一直不停的换地方呢？因是因为为有烟烟一直跟着我们。干嘛？扇灭了把火。爸爸刚才一下子把火给扇灭了，扇的太用劲了。Deve averlo lei spento. Come ho fatto? Sente tanto. Oh, chiudi gli occhi. Vai, senti, fatti questo.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帮个忙，外来。我进去了。确定不得反着吗？嗯。确定不得这样吗？咱俩这样啊？今天不得也许这样啊？我进去了啊？奇怪，弄到这个，这么多，好，感谢。我今天还准备了五花肉，然后还有芦笋，还有沙拉。看看我们的烤肉已经初见成果啊，已经烤得焦黄焦黄的了。一会儿没留神，我们的香肠烤黑了。嗯，好酷死了！烤肉出锅了。我的帽子，我的衣服都湿了。前面这个人的雨衣特别管用啊，一点都没有湿，雨珠从身上滑下来。但是他的鞋子湿了，裤子也没湿，我的裤子也湿了，我穿了一个普通的裤子。小牛不怕下雨吗？现在下的很大的，我的衣服全部湿了。